Molly， 真的要这样说话吗？感觉奇奇怪怪。这既培养呱呱的英语口语，又能顺便完成作业，多好啊！现在开始，谁说中文就扣钱。Start。牛奶英文是啥来着？啊，靠奶，蜜。哦，你说的中文，你说的奶字，给我一把。Money fly。Thank you。一个两个，你捉弄我，那我就这样说。想让我帮你拿面包，没门啊 ！Yes， yummy， 我爱的吃 ，yummy， 我自己拿，爱狗。妈咪，乖乖，我去 TV。Yeah， I like TV。呱呱看电视的，球赛你就泡汤了。你去洗碗，赶紧点！妈妈，你又藏私房钱！